如若不精勤受持法，是故不修不转脱相，是则非妙空是非日啊！空故无所依据，消失菩提之心，无不退失啊！唉，时间啊，不断安尼就消失在分分秒秒中哦。咱若是念头一放松啦，那就不专心咯。所以咱爱真用心来警惕啊，警惕咱心爱时时甲着分秒呢，安尼不断的上课着，秒过啦，咱的心念爱精专，所以如若不精啊，勤修持法，咱若无爱勤修专精啊，安尼时间就是过去啦，时间无修好，那疏忽间，伊就是安尼秒过去。是啊，秒过，就心念呢散去，所以时间安怎伫咧过，咱的心啊都无定在秒中，这就是咱思过不修，也就是咱心拢无修的秒啦。咱来分分秒秒，都爱用心嘛，伫咱的生活中，何况呢？学佛。读经啊，这也是必然啦。人人都爱做着，何况佛陀的时代啦，佛陀讲经，迄个时啊，啊无经好读，也无有纸笔呢，随时记录。是要用专心来听，听佛说法，句句的真谛，必定要铭刻心内。这迄个时代是安尼，一直到佛陀已完结啦，地主大家人。认为佛陀所讲的话，听过了后，这代的人也那无去呢？佛法如何传呐？迦叶尊者认为需要，这个是需要，大家人把佛所讲的话来个合集起来。重新再经历过，但是迄个时呢，也阁无讲，那马上经历，马上呢用书写入关，同款，也就是选择啥人听佛陀的说法，记忆上好，或者。每句话啦，都是入伊的心，无偏差。大家人已经明白了，
选择来呢，那是阿兰。阿兰呐、啊，是最适当的人，因为过去基建阿兰为佛的使者，阿兰提出了要求。我也未出家以前，佛陀所讲的话，我也无听到。现在我要做佛的使者，我是真欢喜，但是呢，期待佛爱阁为我复说过去二十年啦所讲的话啦。所以阿兰有这个智慧啊，既然要做佛的使者，我应该了解佛陀所说法的责任，所以伊有阿呢在重复听过佛陀所说法啦，会判佛陀在佛的身边。佛陀对任何人讲的话啦，开始用心谨记，这叫做心记，这叫做铭刻的心灵。所以呢，佛陀对多一个人讲话，他就是谨记着，以阿兰的智慧啦。他就安尼佛陀一生过后啦，阿兰来结集啦。当然，这个中间也有故事，大家人听过啦。阿兰过去呢，就是勤精进、勤修持佛陀的法呢，句句入心。时间无空过，所以佛陀所说的法，一旦重新复说，这叫做结集。大家人来听佛陀所讲的如是我闻，阿兰所听到的话，才会发。这就是佛陀所说法啦，从安尼开始叫做结集，第一次的结集啦，就是安尼起来。所以啊，迄当阵的结集，口口相传呐，经过了长时间的祖师大德啦。因此，安尼用心，用各种的方法来记录，才安尼一代一代接落来，把完全编辑起来。所讲的完全编辑，也有分，唔是一个人都有法度拢总，同时，大家人。个人所去编呐，所以这经典呢，时时都有重复，佛陀的说法有真多，敢那《法华经》呐，读三部的《法华经》，咱所选择的呢是《鸠摩罗什》所翻译的，佛陀。讲了后，后代人所编辑，梵文教译作为中文。伊咧翻译的过程，还是还阁有少大家人的手来听来翻，这是一点一点过啊。文字呢，有简洁，阁有复杂。
讲，所以呢，咱爱要真实听佛陀的教法，咱是爱真专心，心爱真专，读经文呐、啊，爱真会合佛陀的意，唔是干呐，旧文呐、啊，改义啦，咱爱。想到现在来读这个文，想到佛陀生活的时代，那个时代的环境，但即马现在呢？这个时代要用过去的环境，要将过去呢经文的描述，拢安尼改。如理解，这无法度去达到佛陀伊的心怀。虽然定阿公爱体佛心呐、啊，洞佛见解，咱都爱真用心一段。所以咱必定爱警惕自己。时间唔通好空过，时间空过，不修足时间呐、啊，不专读诵。伫咧读诵的时，无去用心，唔是伫咧读文字，那是伫咧佛陀、佛陀的时代、佛陀的生活、佛陀的说法的用心。用意，咱应该爱去体会。所以，咱若是无好好把握时间呐、啊，精神不专呐、啊，咱呢就是飞秒啦。时间就是安尼一秒一秒啊，直直飞过去啦。时间在咱的面前飞啦。所以呢，空时费日，时间不用着，废掉了今仔日的时光呐、啊。所以空过无所依据，都安尼消失去啦。这个佛经就是安尼一文读字，无所依据。也就安尼，互伊消失去。干那看文字、读文字，伫迄个浮浅的面顶，无法度去体会佛心、了解佛意。安尼法，咱无法度呢用在人间，所以咱来真用心去体会。那。菩提的心呐、啊，咱若是无好好专心去追求佛陀的心意，那干那读经呐、啊，真呢无不退失时间，何里读更加多的经呐、啊，对着分秒都安尼消失去，你直直读，直直过。那分秒一滴呢，对你读的过呢，啊，一滴飞过去。所以咱的心啊，就是甲分秒飞走去啦。你干那安尼读字滴滴读，读的无入心，无精神，理念见解都安尼滴滴过，真呢，就是啊。飞秒啦，空时飞日啦，空过无所依据，都安尼消失啦。菩提一心呢，啊，无不退失，对着时间，安尼都退失去咯。所以咱爱真用心，用心地佛说法。流传的事，
是无有现场的记录，是专心听来的，为着呢，要让这个经啊，安尼完整起来，选择一个人，阿兰来重整理，将伊铭刻伫心灵所听的讲出来。但是后面呢，又是爱经过了真侪人的口口传诵，再搁在后面写的人片言要安怎连句，片言要互伊句句连落去，这原来佛陀的心意啦，就会慢慢啊，和这个经文呢，安尼替代。所以呢，佛的心意啦，到底是什么心意？咱爱搁在真用心。所以文简单，咱都爱用深意思考啦。大家人呐，一旦了解安尼，这经《法华经》啦，就本文。本文呢，那会一直重复的，这个六经啊、六定、六境啊，描写出了这么多，安尼，咱干那读一个就过去，对咱有什么利用呢？咱还搁在用心，该穿入去，佛陀要讲经的用意。迄个时，的环境是怎样？什么款的环境？佛陀用什么款的语言来甲大家人讲？大家人呢，佮用什么语言来甲转读过来？所以吼，这咱直接体会佛的语言，这佛的智慧。亲像即马安尼，甲大家人讲，会感觉讲，啊是要转几遍啦、啊，好像呢真深，是啊，就是安尼转啊，时代就是安尼转，经典就是安尼过来，无法度真直接。如是我闻佛法说，因为佛法。佛陀已经无伫咧啦，两千多年啦。佛陀到底讲什么法呢？那会当体佛心解佛意啦，咱就会当清楚，这个文伫咧表达的是什么？佛说法是真理，唔是简单的干那讲。我耳啊听到声，或者是呢无中生有。哦，这是光阴天，这是幻天，人间看无的。安尼人间看无的呢？佛陀甲遮个人讲要从什么啊？其实，咱讲过去，具足幻天相，光阴。极片情，乃至幽顶天，言语之音声，法师住一处，世界的文字。你讲的梵天，咱凡夫啦，哪会知影梵天的境界呢？光阴天啊！唔是语言讲话，唔是用耳啊听的，伊是用目睭看，伊是开窍发光，目睭看，亲像安尼的境界，咱有法度无？也是无法度，也是同款体会未到，一切呢？
就是法，这个法的真理，要表达的是什么？回到回来，还是很简单，记住梵天相。梵天就是清净，清净无染着。佛陀教育我们清净，要弃除烦恼，种种的烦恼，真多人间的人我是非啦，这些烦恼呢，都要先改呀，不能为着那些烦恼，放在心里起无明。先改过来呢，一念心感恩啊，安尼感就是无有污染呢。咱人生会当感化人生，会当真心的教育，互咱入心呢，用在法中。弃除烦恼的方法，这咱若做会到，也是要甲咱讲，讲音急片情，那就是出口爱清净，清净语言呐，唔通呢有误会作恶，清净的语言。咱会当转人心呐，为光明。也咱那是污浊的语言，咱会去染污了人的心，这污灭了别人的心嘛，何人伫咧起烦恼？啊，你要去污染人的心呢，就是咱的口起着恶浊的音。所以教育我们要正确，我们要上经的是正口业正言，敢不是有呢？表示我们的口要干净啦，安怎干净？用水洗的干净吗？用念干净就干净吗？拢唔是，就是爱警惕咱家己，用心意啦，将咱专心念，无杂话啦，咱定心呢，就是要去转污浊为清净。现在是污浊恶世，浊气伫倒位啦？浊气的人心，所以佛陀希望咱口出正言，清净的语言，这叫做净化人心。我年年不是安尼讲，时时嘛安尼讲啊，一直伫咧发愿，我愿。净化人心，祈求社会祥和，虔诚祈求天下无灾难，这都是时时警惕家己，爱要净化人心，也都爱讲出了，会当让人人心吗？调定，调定，恁也会记哩。这段时间一直甲大家人讲，菩提得道，咱爱用调定心，应该大家人再回忆，还阁也会记哩。调定心呢，是咱的心用着佛陀教育启发咱呢，启智慧。转意识，开智慧，这个菩提心，所以讲音
咱要发声，都是爱有安尼啦，心，互咱有这个心意，清净无染，解佛陀的意啦，安尼来转众生心的浊气，这叫做恭因遍净天啦、啊，因为现在都是五种恶事。五种恶事，不是一错，是完全。所以，咱就讲，就希望经爱团遍呐，团遍这天下无敌。这就是咱爱要努力的。为什么？经书法脉爱真团呢？诸者宗门要大开啦，这就是期待。一旦安尼，可以规划去，咱要将佛陀的精神教育，照定着《法华经》啦的理念。《法华经》呢，是佛说的时的《法华经》，但大家人拢是。身处灵鹫山，依佛当世听经，那这都是亲像面对着佛世的事。啊，咱即马佛过去啊啦，那也阁是在佛世中，因为《法华经》讲，虽然入涅槃啦，我尚在灵鹫山。在经文也读过啊，尚在灵鹫山，所以人人有过灵山塔，这就是佛安尼甲咱讲过去。所以呢，迄、那个静音啦、啊，清净的音声，就亲像光亮的环境，无污杂。无浊气，这拢是伫这个内底的道理，所以分析起来真复杂，用起来真简单，只是修入心意，甲佛法修入心意，咱了解佛陀的心吼，解佛心意啦，来讲阿弥的法吼，所以。乃至有顶天，不是仅仅一站，那是普遍平等啊！所以言语之音声，法师处一处，世界的文字，真正虔诚要听法啊！哎，合法、团法。爱听入去，用心学，学了后呢，要搁再个团文化者、说法者，便是团法者。前面一段也是安尼讲，把这个法入心，以法为师，希望大家人爱真用心哦。过去的文。虽然看起来真简单，要解起来真复杂。那刻伫心内是真简单呐、啊，干呐体佛心，解心意，安尼就好啦。所以下面这段文呢，再安尼讲，用心听哦。那一切必求求。及诸比丘尼，若托上经典，若为他人说，法师住一处，世界的文字，就是讲比丘尼啦，那伫咧读上经典啦，或者是为他人说。拢是爱真用心，出家
一定要有责任。所以呢，会当头读经、诵经啦、持经，就是要有责任啦。修持，从读迄个时就爱专心啦。学有致用，有想要学，就是爱有用。这个精神爱有法缘，常常讲，打起弥罗来，为天下打弥罗，意思。都是负责，想要学，要了解，以助者，就是为天下众生苦，所以爱有承担，爱挑起了这人间的资粮，资粮为苦难人挑出了。有形的资粮去救灾救济，亲像伫缅甸发福七种，予伊一生无量米粮，也是伫迄个所在。现在就饥饿啦，来不及种菜啊，收菜啊的事，所以现在也用米呢。去伫咧发福，咱有及时爱用的，到可以未来呢，会当自力更生，这是过生活，伫及时，过于未来，自己会当承担一生活，为着安尼，咱来挑有形的米粒。为天下人的主娘啦，为着要传佛法，所以爱担起了佛陀这教法的资粮，所以承担传佛心、戒佛志，就是爱有安尼的责任，叫做持持经。对家己有益的激励，也要爱为人说法，利己利人，这叫做持经。持经有德，因为伊有安尼的责任心，利益家己，同时也有责任利益他人，继承佛的智慧，安尼一直。传承，所以家己成就，也劝他人说。我要讲，真有限啊！大家人用心哦，大家人去讲啊，这化成化成如品啊，咱都搁会记哩。十六王子用心听话，在国有呢，伫咧听伊个话的代上，看看一代传，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愈传愈多啦，把这个话呢不断传去，这敢毋就是呢？所以咱来了解啦。经文的过后，咱爱搁再会记哩，这个责任感、传法的责任，所以受众生五力佛之地见，
上重要的，就是要让众生悟入佛的智见呐，佛的心意。来人间是为什么呢？教菩萨法，教人人呢去优越人群，优越人群呐，去行菩萨道。法师住一处，世界的文字有这款的心意啦。读诵修持，书写讲说等等，安尼的法师第一家，那世界的文字第一家在多位呢？前面跟大家人讲，道场在心灵，咱心灵的道场啦，佛陀的教法，咱行到多位，带到多位去。所以只要你有心的道场，多一个所在，都是咱的说法处。所以法师住一处，那就是。甲任何地方，都是说法之师啦，为人说法啦，这都是去到多位都是同款，多位拢有声音，多一个所在听来声音啦，同款净化，真复杂的声音，不管是地狱音啦。畜生的音啦，或者是山河大地的音啦，或者是天堂清净音啦，这些所有的音声啦，到任何一个所在都听得到。法师啦，住一处就是到处，什么款的声音拢听到。所以说法之师此地明了，因为呢已经积足了智慧啦，经典听说修持读诵书写为人说等等啦，这经典一而再再而三。心灵经不是文字放在心灵，意就是佛意啦，佛心在心灵已经通达啦，所以这叫做地，这个地佛地明了，咱过去一直在讲三种地啊，一切地。道种地啊，一切种地，大家人拢应该会起哩。所以下逆之事，远甲近呐，的声音咱拢听会到。不管呢，地界、天堂、十方呢，声音呐，拢听会到啦。咱拢爱去了解。听得到呢，就是爱宏观天下，不是干那在遮听遮的声。佛陀讲苦啊，不是干那一个人的苦，不是三五个人的苦，不是呢一个环境的人的苦。那咱来推到全世界，人人。会苦啊，所以《法华经》迄、那个法师品呐、啊，咱从讲法师品开始，
提出了法师爱承担责任，佛陀呢开始伫咧劝募菩萨，就开始伫咧传法咯。这法师有五种的法师啊。修持法师，那这修持的法师，就是要不断的记忆、回忆，就像我一直叫大家人爱回忆哦，回忆过去哦，等等啦，是人事物需要回忆，这个。佛所说法，咱更爱回忆，爱回忆的偌久啊？回忆的佛陀的时代，说法的时，所以咱爱经典伫咧读，咱爱回忆佛陀当初说法迄、那个意念，这是真修持者。不是只有记文字哦，但真正要回忆佛的心意哦，这个意要再加深意，但凡不是用凡夫的心啊来读，但要再呢对到对凡佛陀的时代，佛陀的心意有所担当，坚持下去，无去何忘记哩？这爱有安尼。所以第二呢，读经的法师，读经的法师呢，那就是静心端坐，读经固土者，这叫做读经的人，就是经典写字底下，啊，咱就是坐好端正的，开始用心，目睭看经啦。句句相出分明，字字的经文，安尼叫做读经的法师啦。其实讲经也是同款，坐好好啦，好好讲出了你心所意解的经文，句句分明，句句人事物的道理。来回法会清楚，这叫做读经，要用真端正的心来讲经，同款的道理。第三呢，那就是诵经法师，就是会晓诵经的人。那读经文呢，是看经，好好啊看，看好清楚。接下来呢，是读经、诵经，这个诵经的法师啦，是伊。看经文来读，但是读熟啊，
伊都会晓上，真侪人讲叫做上经，上经呢就是易经，读个真熟啊，唔免经文呐、啊，哇，就是人伫咧读，啊，我都会当，唔免经文，我也会当上出来，这同款的道理，就是易经字文字啦，过去是家教文字。来读，即马读入心啦，啊就唔免文字啦，这叫做上。所以已经读真熟啊，所以叫做上啦，这叫做上经法师吼。要上呢，咱都爱时时谨记着，在文字内底含义，唔是干那安尼直直上过。第四种的法师啦，叫做解说法师。伊呢，已经经拢了解啦，他现在爱解说这个文句，唔是干那安尼，还要呢，每一个字的经文内面的深意，爱搁再解说，这叫做解说文句字。教授人，这些经典都了解啦，该分析给大家人知。同时，要爱大家人呢，我那会晓读，会晓想，会晓讲，这个在教授啦。啊，第五种呢，就是书写法师。他就是用写，所以呢，也看经，也读经，也诵经，解说经啦，搁在呢写经啦，这五种的法术啦，那会当清楚呢，各位，这才是真正咱了解经文。但是呢，咱若干那讲看啦。看经啦、啊，呀，对经文无恭敬心啦、啊，安尼呢，看也无路用吼，浪费时间，飞秒啦，迄、那个时间拢去互飞去啊啦，无真正呢，咱藏伫心里，所以大家啦，爱真用心啦、啊、吼。时日唔通空过啦，不管你是看经、诵经、读经、解说经，或者是书写经啦，咱拢爱时时多用心嘛、啊。